學旗袍人呢有耐性呢，好喜歡做啦，好有責任感。咁你冇你三樣，你冇一樣都唔得。自己做了幾十年，懂得呢啲布適合咩場面著，一定用個心先得噃，唔好用虛假，唔好用浮誇，要真真正正用個心介紹俾佢，嚇、咁人客都一定要開心噶。而家中國內地咧就非常多。就嚟幫我做旗袍噶，全世界都有幫我做噶。咪最緊你做得好嘛，仲要口碑呢樣嘢嚇。佢、一個做開之後，咁佢咪咦靚喎咁。比如佢著件旗袍出嚟，其他親戚朋友睇到係好美嘅，好靚嘅。咁所以一個介紹一個，一個介紹一個咁啊，全世界幫我做。可惜師傅少，冇人肯學，最可惜啦。而家已經變咗係一個開放嘅世界，係一個網絡世界嚟講。擺我而家都係全球網絡嘅啫，咁啊希望可以喺網絡上面傳承會比較好啲咁樣咯。我啲學生多數係啲感興趣嘅啲在職人士，即係翻工咁，於是咧有時放工嚟學啦，想同自己做一件衫，或者同朋友做一件衫。用傳統的方法咧，即係師徒，一來是師徒制啦，先生未必識得傳授啦。另外咧，佢嗰套係冇規律啊，咁比較難學啦。於是咧，我屬於用我的方法教啦，好多新嘅器材、新嘅方法嚟代替佢咯。冇好多嘅，原來咧就係、作為直上之後咧。在我的角度來說，其實就不會失傳的，色微就真，我們想用我的方法，起碼多些人知道。